嗱，咁我哋又繼續落啦，不如我哋講下另一套日常番啦。呢套呢都有日本嘅網民開始喺度不停評論緊呢套嘢㗎啦，就講話個女主角好黑人憎喎、哦。都話啦，呢、這個世界黑到人憎嘅妹妹其實真係好多嘅。呢、這個第二個應該係佢唔係喎，有啲人話係呢個比童乃更黑人憎喎。我諗童乃大家都知啦，咩乜我的妹妹沒有那麼這樣可愛啦，咁呢個就係我家有個魚乾妹，佢乾物妹啦，叫做係咯，係啦。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睇翻監督同埋佢個副監督咧，呢套咧其實係我好中意嘅一個配搭，就太田雅彥啦。咁啊呢個配搭大家都知道，我最中意嘅 Yuri 啊，跟球後嘅 Love Lab 啊，咁當然上次嗰度咩沙巴基布啊嗰套嘢就麻麻地啦。咁但呢套我加入哥如果妹，我較為意外由佢去做監督，其實開頭咧都有少少似大玩大癲嗰啲咁嘅風格出嚟噶。唔係啊，嗱呢套就出咗漫畫嘅，好耐嘅呢套嘢。我當時睇漫畫嘅時候咧，大家明白呢套嘢一個好特別嘅場景。妹妹喺外面一個完美、好正常人身比例嘅一個靚女啦，翻屋企之後變咗一個二頭身嘅叮啦啦嘅迷你人物啦。但漫畫其實冇問題，漫畫佢分隔前一格可能正常人，下一格一滾落地下就變咗普通嘅迷你角色 ，OK 冇問題。但動畫點樣表演一幕咧？咁動畫咧就追完咗我呢個心願啦，而且睇到變咗瞬間正常比例變咗一個迷你嘅比例，完全冇一個符合曬我哋咁多年嘅期待。Yes。就睇啲話都係諗住。今日真由集英社嘅事件針引起嘅，咁啊一三年嗰時開始，而家有六卷啦。咁、啊、你話，但係睇落去咧，其實呢套嘢咧，點解啲人話呢個女主角黑人憎咧？咁啊，我可以就由幾個故仔嚟講，其實呢套嘢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啲四格漫畫嚟。係四格。咁就係四格，咁而啲故事係較為斷斷續續嘅。咁啊，當然啦，呢、這個女主角啊，土間古馬路啦，土間埋啦，個阿哥縱壞嘅咧嘅妹妹喺屋喺外面外人啊學校家面前一個非常之完美學習成績好，體育運動又好，藝術又好勁啊嘛，藝術啊鋼琴乜都得，呢只完美嘅天才。一翻到屋企，除咗件衫，出面一個乾物妹，你靚啡啡又唔使打理，又唔執屙，就掛住玩，去食零食，就成地污糟曬嘅，要阿哥幫佢執曬啲嘢嘅係。啊，其實我哋使唔使而家喺度界定下咩叫乾物妹先，或者咩乾物娘先，或者即係乾物啊，或者？係咯，你睇日劇乾物女應該知咩嚟㗎咯，應該覺得。係啊，即係有時驚啲讀者唔明，聽眾唔明啊。即係話單，即係個女嘅咧，就你知日本啦，可能要化妝啊，啲女要執好靚啊，屋企要居家打理曬啲衫服啊，但乾妹係唔會做啲嘢㗎嘛，屋企。要大癲大廢，又知道我玩乜就玩乜，我做乜就做乜。屋企啲地下成地隨便睡唔使你噶，又會清噶，幫我叫阿哥清。係啊，所以就即係又同呢個家裏樽又有啲分別嘅，即係大家又唔好撈亂咗。家裏樽先會執下間房啊，執下啲嘢整理一下，自己整理珍藏遺物，佢唔會做嘅佢。係啦，咁佢阿哥咧就翻工嘅，即係嘅打工族啦。咁啊，喺一年前開始照顧呢個妹妹啦。咁呢個妹妹咧有一個朋友嘅叫 Abina 啦，即係海路明啦。咁其實另外合後撞友嘅。咁啊，當然呢兩集就未出嘅。咁第三集應該會有噶啦。海路明咧其實就幾鍾情於佢阿哥嘅，就覺得佢阿哥係一個大好人啦。你明白好多誤會段子啊？唔知我明你呢間屋嘅房子咁好咯，因為你上你住樓上，你見到佢哋兩個阿哥阿母成日喺度嘈啊打交啦，依家聽到有問題，但佢好似冇發現過。係啦，尤其是日本啲牆咧，如果大家有即係知道啦，日本啲牆其實都幾薄嘅，都唔係話即係似好似香港咁厚咧，其實隔聲就較為差。你記得由朝到喺度打機啊，食薯片飲汽水，跟住阿哥又打佢又鬧佢咧，聽唔到幾好神奇嘅事都係。係啦，咁當然啦，其實咁多古仔穿插之中咧，呢、這個妹咧都係最只係養咗兩隻嘅嗰啲叫咩松鼠啊。但你話其他嗰啲其實主力嚟講係打機啦，咁啊睇漫畫啦 ，hea 啦，咁同埋喺度食薯片啦，最中意飲可樂啦。哇！犀利，佢係瞓喺地下有個咩超完美組合，就薯片啊、蝦條啊、汽水一輪住食咧，又咩又鹹又甜啊，好開心啦、啊！但問題佢而家身體變得咁好嘅咧，完全唔明白嘅呢個世界太唔公平啦，同埋完全唔合理㗎。你睇到佢話我係完全咁多嘢叻啊，讀書100分啊，但係成日喺度打機打到夜夜，根本上同埋一樣，佢連鋼琴都好似好完美。係啦，我未見你有鋼琴啊，真係。唔 logic 嘅喎，其實你講真，你睇到佢嗱，佢完全係嗱，成間屋係冇鋼琴喺度嘅。咁喺邊度係揾個鋼琴俾佢練咧？你讀書咧，我當你平時可能一讀本書食曬 ，OK， 我當冇特別。但你運動唔可以平時，你瞓到又飲汽水又食嘢，可以跑到好快啦，冇理由。游水好似游得。鋼琴你仲要練個打，唔係話瞓 OK 撳掣打 PSO 都出嚟就打得鋼琴，佢游得好快，游得最快。即係呢樣嘢係我覺得你打緊練喎，大佬人哋嘅二手一裝都冇你咁快，咁你好過分啫你。係啦，即係有少 nonsense 唔 practical 嗰啲嘢講得出嚟，咁啊，我覺得就呢樣嘢就其實個表達咧都幾差。咁其實漫畫都有寫。咁樣噶，咁啊呢個係即係一啲叫做咩反駁位嚟噶，好明顯。唔係真呢樣嘢，呢樣反駁説啦，當係天才無敵啦，真係。係真嘅就係佢，你明白啦？當嗱真係處境你阿哥，
出去到呢度，阿媽唔嚟帶只劇咁，翻屋企開到門，哇！成間都係垃圾，條友又唔清嘅，你咁你做唔做嘢先嚟？即係都你做啦，都係。係同埋呢個阿妹咧，係唔你睇呢個阿妹咧係非常之任性啦，同埋非常之還斑棒啦，同埋即係要買嘢就會扭佢阿哥啦。咁第一唔係咧就會即刻反面嘅人啦，咁就會即係喺個街度會隨時，即係喺第二集大家都知啦，就算係 Abina 面前都會隨時發癲啦，因為買遊戲。咁其實咧佢個黑人精程度咧係不亞於任何一個女主角個發哥。唔係你明白啫，而家同奶咁黑真咧。有事就叫哥哥，無事就彈開啲啦，阿澤就係咁嘅情況，就係佢仲呢個係仲要加劇嘅，即係呢個係會喺街度突然間又發癲嗰啲人嚟嘛，即係呢啲係即係呢啲女主角係嚴重地不可理喻嘅嘛。咁所以呢套嘢咁，我大家呢套嘢睇配角咯，大家都知啦。嗱，點解目光向住阿海路明嘅？大家都明白，已經睇到嘅係。所以點解日本有個網站已經喺度講話？即係差唔多係被譽為比同乃之下比之後最或即係最討厭嘅女主角咧，呢、這個真係諗都諗唔到啊！不過諗到唔到一套喜劇居然會成咁喎。咁冇嘅，咪成功咯套嘢。嗱，即係睇下仔會唔會咧，真係。我覺得大家期待上就唔好話過分期待，又係我覺得又係有啲即係你搞搞笑笑，你知泰田雅彥嗰啲即係嗰啲 style 咧，你呢套嘢純搞笑咧就問題唔大嘅。但如果你話想即係佢講多，即係佢可以中間笑滲啲嘢都得。但係你話如果要求咧一套冇乜嘢講嘅胡鬧番咧，要佢去再執上去有難度嘅，因為呢套嘢基本上個女主角因為實在太黑人憎先啦，所以變咗你要吸引翻啲觀眾入嚟其實難嘅，我覺得。漫畫後來斷咗冇睇嘅，即係而家好耐啦，而家呢個動畫化嗰個奇怪都睇翻嘅，咁冇嘅話，咁我其實都唔係記得劇情啦。咁我諗如果喺後面嘅可能就係靠佢班同學撐住咯，都係即係可能一個做一個。咁你有一個啱你嘅同學嘅，咁你睇落去咯，係咪先？咁啊死啦！唔係睇女主角嘅，即係經常性，就係呢啲咁嘅問題咧，即係有時即係冇噶。我啲妹妹都唔係睇女主角㗎，你睇黑貓啊，睇其他人啫嘛，冇嘢㗎。咁或者一直係跑個妹妹線啫嘛，係。咁係嘅，即係講真，冇乜辦法㗎啦。咁鬼叫即係呢位女主角咁乞人憎咩？咁啊。